现在看到了吗？最后一口给我啊！这羊肉好油腻啊！应该是把剑往那一插，这样。瞬间没了爱。他们这个衣服好好看，颜色真的好好看呢、啊。我们如果这个天空加上我们头发如果是蓝色、浅蓝色，应该会很好看。好吃。没吃过什么？这个我没吃过，吃过但是不是这种的，我吃过长条的。哦，一个人吗？哦，这个好像电视剧的截图，像不像？那边女主在弹钢琴，是不是？哇，这个光真的绝了！虽然说脸有点胖，但是……哦，他在跟我动，好生气！小孩在打瞌睡。这个化妆间弥漫着一股辣条的味道。小朋友，是否有很多问号？得，得。还可以，帅，挺帅的。帅。他说我帅吗？那我是真坏啊，那我不一定是真的呀。